极致胜消区第二三十五页中的第二行，接。勾，下笔这里是轻，啊，入笔轻的，然后带一圈下来，这样，先写这个，带过来，再来写里面的，这样子会比较顺一点点哈。D。再过来，轻重轻，接地，接地，这个接字呢，草书的成分比较重，起来。然后这里用两点 D，折笔上来，带过来，然后滑上去。菠萝，折，勾，右边这个连续动作，下，抽，抽出来，萝。折笔，也是这边折一次而已那我们先写三横，再写直画，最后这一画。照正楷书大部分都是这样写的，接地。这笔是一个带笔痕迹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带一下，这样写。然后勾上来，注意看这里连续动作，起来轻重带，这样。D。这一点正常是不要我觉得那不要，有的人会补上去，我不喜欢，我觉得那个很怪。连续动作，要记起来这种写法